数是的，强援组换防出来，林书豪超远距离 NBA 距离的三分线，林书豪低头就送出了6000块，才有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登场。上一场比赛和正面打了4分钟，今天直接让阿敏上先发来替顾全啊。能不能够代替贺中面的作用，我们看这个前面镜头给到的应该是林书豪的经纪人，对这些球员都是爱徒啊、都带了他们很多年，但是这个赛季似乎这一支深圳队直接就是外援之间的对位，然后贺西宁来撵方硕，是的，强援组换防出来，林书豪超远距离 NBA 距离的三分线，林书豪低头就送出了6000块，北京队打的是真的耐心啊！喂，哎呦，应该是啊，是李慕豪，李慕豪踩了他一下，对，哎呦，林书豪整体。任何一个联赛当中有一支球队全队能够罚到这个水平，今天 Bucks 开场连取5分啊，目前为止包办了深圳队的开场所有得分。潘玉峰，这个球 Bucks 的防守啊，还是2-3连。这边让朱彦希来站罚球线啊，需要一个能够去扯开空间的投篮点。林书豪非常无私的分享，好球，朱彦希。我觉得今年林书豪到来之后，这个联防北京队破的其实一点都不好啊。最后时刻，李慕豪，哎呦，球给了李慕豪一个犯规。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呢，有时会挺身而出，去更多的尝试突破，然后也想了一号，但块有块儿。北京队至今也没有办法在三分线外给到深圳队惩罚。理论上北京很擅长投三分，看林书豪，嘿，林书豪12000，今天一天传出来，小川，小川这球没有给长林啊，球啊打得比较死，林书豪高抛，哎呦厉害，这球林书豪面对李慕豪的封盖，调高了抛投的弧线，看一下这个球，林书豪再给到周一翔大空位，好机会啊，这球汉密尔顿的掩护很瓷实，好机会，好球，周一翔。今年周一翔在空位的远投提升是我觉得当时为什么会有人要截胡他的原因。这球，申子杰还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有一些害怕对抗啊。是，申子杰强攻汉密尔顿。但我们看这个球啊，再切一个，这两个球啊，就是体现了差距。小川这夏天所收获的信心，收获的信心，和另一边我们看李慕豪和申子杰啊，面对小川这一次突破的。这个预计的他的决心程度不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施罗斯·马莫德去年在山西应该是打过四号位，对，山西队内线缺人的时候，林书豪，哎呦，第三个，今天厉害，18000，有一些问题啊，过去的这些回合呢，被深圳队打了太多的攻防转换，也是源自于他们自身命中率的下降。书豪到底角，朱彦希。三分投进，对，朱彦希啊，别犹豫啊！而且大汉呢，真的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首钢这俩外援好就好在他们俩的敬业精神，真的都是顶尖的。好球，林书豪，再添6000。今天身体状况看着还不是特别的好啊。有林书豪这个小打大的能力和他对空间。哎呦 ，Back Three 又出现了一次失误，转换，咱们开始守盯人了。哎，朱彦希，对，朱彦希掩护差点方向不对呀、也已经没有机会来刷新自己的新高了，结果现在机会又重新来了。林书豪再往内线走。好球、这球贺西宁给冒进去了，当然不碰也会进啊。是林书豪的 CBA 生涯新高，但是呢他也需要一场胜利，我也不用跟林书豪去底下抢，是吧，这球就不一定是正球了。哎呦，这段时间北京队真顽强 啊，把比分愣是咬到了只差3分，然后我们看这边应该是要打一个钻石啊。林书豪这球真是
这边也没犯规，但是时间，北京队现在要抢时间。底角小川，小川今天就是找不到三分准星啊，嗯，是。那我觉得呢，前面那些球队啊，可能还是得庆幸敢在深圳队状态不太好的一段时间跟他交手。是，这场比赛打完以后，我觉得深圳队可以回到 CBA 强队的行列当中了。